会改改辆车手牌的关系。哦，就要上车也有影响。接下来估应该是估。你应该蛮好做的，那个工程都不太在乎价钱，还是会在乎啊？可惜吗？对。那你自己应该也有自己的轿车吧？还是沒 有, 買有啊？就开一台代步车而已。你没什么时间开那台？有啊，就是给公司用，就载员工上下班。哦，等于是让他们载人的。对。要就可以进吗？要踩刹车？没有，就是油门要完全放掉，然后才打得进。快点，快点。太早切了，对，要这个时候，对，脚、的位置有点窄，迈阿伦也是这样，是哦，迈阿伦这里就多一块出来，左脚没地方放，好，我们能一样吗？最新的那台是什么车？柴油小霸王，现代的，就直接买自排的比较方便，买到现在，78.8，全新的，就这台车应该没贷款了。没有，就是直接缴清这样。等等，走嘞，来啊、确认过眼神的，他那变速箱真的有问题，要花了。刚好我刚有问别人，他也有遇到一样，有遇过，那他应该可以算是同步。哦，他可能是因为改了之后还有关系。哦，就要上车也有影响，接下来估应该是估。内可以吗？修变速箱啊，本钱带一带也，就20万这样，感觉差很多。可是一加一些，看能不能啊？真的是一些，真的是一些，还是你觉得多少 OK？ 多少 OK？ 应该是差不多就在这了，给人家估也差不多了。我们希望简单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可以了。感谢你，成交。谢谢，合约写一写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东风小康双厢货车，跑8万多，有改免手牌，本来是手牌，有改那个免手牌，免踩 clutch， 然后有三面棚，都还蛮新的。刚讲那个迷凶的部分，就是真的是要检查一下，如果有需要换的话，会把它更换一下。有兴趣的朋友私讯我首页赖的连结。好，还有我们什么车都有估，不管货车、轿车还是什么什么。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的，我们都有收。OK， 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